이 음악이 너를 가장 행복한 순간으로 데려다 주길. 翻拍自台剧《想见你》的 Netflix 韩剧《走进你的时间》，由安孝燮、全瑜渊、姜勋三人主演。24日释出最新正式预告，带大家穿越时空，重回1998年的高中生活，感受学生时期的青春恋爱。而预告中也能听到女团 New Jeans 演唱的电视原声带。最新的正式预告中，安孝燮与全瑜渊一幕幕的甜蜜场景涌现在画面中，却因为一场意外让相爱的两人无法再见。熟悉的随身听再次穿越，带着观众一同前往1998年的韩国校园。另外，根据韩媒报道， New Jeans 翻唱了歌手金钟旭的《美丽的拘束》，将作为该剧的插曲之一。相关人士表示，因为《走进你的时间》将透过 Netflix 向全世界公开，考量到海外观众，便邀请在海内外都很有人气的 New Jeans 来演唱。